小心，最先起床。哦，
小心留下来的，可是怎么这么小啊？我们看看。哎呀，哦，这么小的脚印，我看呐、啊，这个圣诞老公公应该是个圣诞小朋友吧？哎，没错啦。放学了，妮妮在路上看到了陈奶奶，但是都不跟她打招呼哦。乌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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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鸦。小心下课了！对呀、啊，小心住在我们。
啦，结果我们小新怎么从小到大都这么有礼貌，然后我们妮妮阿姨教的时候他还是要用土地话啊，阿姨其实很伤脑筋，他以前没那么严重的嘞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、他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头太大了，好吧，我再想想看。阿姨我跟你讲，我们家里有圣诞树哦。啊，是哦，好可爱的圣诞树，我们家圣诞树好伟大的圣诞树哎。阿姨我要回家写功课了，再见。真的好有礼貌，我想一想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怎么样再教教我的女儿，这样是真的不行的。阿姨你要看看这天下午，妮妮妈妈睡完午觉起来，走到外面想跟你的奶奶聊天。啊，是吧？哎，我好像有事情没跟陈奶奶讨论好，我真的是要去好好跟陈奶奶讲讲话。陈奶奶。踩到垃圾点的，是我害的。
哇，美班的27号。重复的吗？一样重复的哦，公平哦。
Gracias.